暌违13年，民歌金曲天后赵咏华再度回归歌坛，推出筹备5年的新专辑《简单的幸福》。28日记者会现场，她也小试牛刀，演唱功力丝毫不减。赵咏华透露，新专辑得到创作才女陈绮贞的大力支持，令她充满信心对抗音乐市场的不景气。另外陈绮贞帮我写的《雨林》，我是真的非常谢谢绮贞，我自己就是她很好的歌迷。那挑歌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没有所以刚开始他说好，你也知道他就是一个很淡定很有智慧的女生，我就跟他说，绮贞，那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歌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跟你邀歌。他就说好啊。那可是没想到3个礼拜不到，绮贞就把歌写出来给我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深的感动。10年多没有发片，赵咏华完全没有生疏感，也强调自己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另辟途径圆歌唱梦。其实如果大家有认真去 Google 一下，我就是不小心跑去演戏，那演戏其实也是为了跟导演说可不可以唱歌，所以在中间有唱了插曲，然后当然还有跟很多的戏剧的结合，然后或是说帮其他比如说像碰过的电影做音乐制作，然后还有别的连续剧唱主题曲。反正你知道大家就是想尽办法用音乐去找出路，想尽办法让大家知道我还在要认真唱歌。